你要我去比分咧，我係唔夠膽嘅，因為神蹟你點可以比分咧？其實係一個培靈會，我好感動，所以呢個絕對絕對不單單係一個比賽，而係一個生命見證嘅分享嘅一個大舞台，已經係一錘錘咁打入我心。6月19日開始，逢星期日晚上10点，天下華人唱出好詩歌66强 VS 大賽，以好詩歌燃動心靈。